尊敬的推友们大家好，抱歉了啊，刚刚的晚了几分钟，我是睡的时候比较晚，快六点才睡的，结果呢这个七点三十五我才醒来，然后呢这个醒来赶快这个冲进去这个洗澡换衣服，然后碰出来，然后刚刚老领导又打电话过来，老领导又在这块给我这个喊了半天，所以说晚了几分钟，这真的很抱歉，非常非常抱歉啊。今天呢请大家这个坐好板凳，做好准备，咱们要做好这个长时间准备啊。今天的事情比较多，首先呢这个我想大家说，今天是中国人在历史上最关键的大家记忆犹新的，也是老百姓忧伤和思考的一个节日啊。在我们山东的老家非常的在乎这个节日，就是五月端午屈原节。在我们老家呢，把屈原节同时也称为叫做正义节和思考节，大家都是说思考什么叫正义啊，什么什么应该思考思考。特别在今天这个日子里啊，我在想，我真的是在思考，我想在问，今天的有没有中国，还有没有楚怀王，有没有宠妃郑袖，还有没有公子兰啊，这个公子兰是多么的重要啊啊！还有一个金上，我们有没有金上吗？我们的今天的这个生活中有没有郑袖、公子兰、金上、楚怀王这样的人呢？那么我们有没有大清朝的李斯，有没有大清朝的赵高呢？我们的楚怀王是个笑话，但是他是历史，他是事实。公子兰就是今天我们生活中 N 个大家能看到的所谓的太子党。那么郑袖就是我们能看到 N 个领导人的家属和情人啊。而且我们现在还有新的这个历史名词，经过几千年，在这个几千年后啊，我们现在有了一个私生子和私生女。而且今天我们思考屈原的时候，屈原两次被流放都有着冠冕堂皇的理由，除了没有被强奸之外，除了屈原先生没有这个黄燕的小手跟他发生关系之外，当时也没地产商像潘石屹先生和任之前先生之外，那么事实上历史和今天是惊天的相似。我一再的说，盗国贼子兰、金上、郑袖，这都属于盗国贼，没有这些盗国贼根本不可能形成战国时期那样的一个惨烈的局面。虽然屈原也姓芈，也是芈姓，后来芈月嫁给了秦王啊，生下了皇帝，我们的秦始皇。历史是如此的吊诡，在今天我们端午节的时候，真的我希望大家思考，希望老家思考，我们的身边为什么一直有公子兰，为什么有郑袖，为什么一直有啊屈原这样的人被冤枉，为什么最终的大秦的结局最后就死在了啊这个李斯、赵高身上。我相信轮回，我相信姻缘。今天我坐在这里的时候感慨万千，感慨万千。刚刚几分钟以前，我的老领导，我尊敬的其中之一的老领导给我打电话啊，还在让我相向而行，还要再说我这个事情这个由慢到缓，由缓这个到急，尽快解决，逐步解决啊，还在给我听他的后面领导的话，让还在糊弄文贵呢。我跟这位老领导从伦敦见到今天已经六个月了，已经六个月了。他是受各方的领导、正式官方和我接触的老领导。这个老领导真的是个好人，发自内心的说是个好人。不管如何，这位老领导他让我的四哥和六哥，我的妻子和我的女儿恢复了自由。我郭文贵，我老郭家，我全公司都会感恩戴德一辈子。虽然说是后面
啊，孟建柱书记等人批准下，也可能是习书记批示下，让恢复了自由。但是具体联络人，我感谢这位老领导，这位老领导真是好人，他是我说的我们的党内绝大多数人好人的代表。最近几天来发生了很多的事情，今天在端午节说出来非常有意思。这个六个月我和这位老领导接触，从开始到现在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从开始我根本没人知道，到我出来爆料，到爆料，到最后这个明镜爆料，到这个 VOA 爆料，到成了这个我自媒体爆料，还有从这个当初的我愿意配合，只要求依法对我家人员工和资产进行一个解决方案，我拿出过 N 个方案，到今天一直让我相向而行，三次见面，两次在伦敦，一次在美国。这个时代都变了，这个川普都当上总统了，川普总统都到欧洲转一圈回来了，春天都过了，都进入夏天了，还让文贵相向而行呢。我们家人的头发都白了，又白了一圈了，我母亲眼睛又哭瞎了，我的员工的所有的家人已经从神经病到半神经病到真正的神经病了。这半年来这些官僚的作为和这个一面和谈一面进我下手，欺骗着我这位官方的老领导代表，一面对我采取各种措施，从过去这个劝说暗说暗杀，到了明杀明说，从这个 VOA 电视那一24小时所谓的红通，然后又对我过去对我家人的再次抓捕，录制了三协视频、强奸员工视频，全世界的媒体对我进行打压，然后进行暗杀，又再一次的见面，直到今天，我们国家这个政府不要说没有信用，就半点信用都没有。严格讲，今天谈判的背后的领导连个流氓和诈骗犯你都不配叫。六个月来我看够了你们的表演，如果说过去28年我没搞明白，那么这六个月我真的会搞明白了。而且这六个月以来，我可以说每秒钟对我来讲都是痛苦的，对我的家人我的员工都是痛苦的，我们都盼望着下一秒钟有好消息。我再次的说，如果郭文贵和员工们犯罪了、犯法了，依法公正解决，你没必要压2年半到3年。李友等人16人，啊，这个李友等人竟然是5罪4罚，现在我闹明是6罪4罚啊，不是5罪，6罪4罚，而且数额巨大。连办案人都说，如果跟李友的人比较，你们的人不但没有罪，应该是好同志、好员工、好公民。李友就所谓的利他同事的功，检举揭发，回家了，在里面享受国家的领导人待遇。我们的员工受尽了羞辱、凌辱、欺骗、欺诈、刑讯逼供、打残废。到现在还在严密羁押，连名字都不让知道。李友给了所有人送的钱、送的美女起到了作用。令计划的儿子令谷的车是卫星送的，你们也不敢公布。那法拉利车是你们北大送的，李友却回家了，不但他回家，员工全回家了。他们加在一起的刑期还没如我们4个员工加一起的多。这就是中国的依法治国，这就是中国的反贪。马建副部长唯一现在公开是跟我所谓的有行贿关系的人，用你们的话说是6000万。我检举揭发的傅振华先生，我们给他送的钱啊，现金送了3次，要求一个金融牌照价值几十亿，海外要求5000万美元。我们10句什么都说，但是你们竟然也不查也不问。你们不但不查不问，还让傅振华先生一次次的出境，
证明他没有事儿，这就是你们的反弹。潘石屹先生的容积率从不到一变成了五，从不到一变成了十五。你们不但不查，还让他站出来去诋毁我。就连这个任志强先生头两天也阴不阴阳不阳的在这个微博上说，听说这个郭文贵说了半天老吓唬人，你亮两条吧，把我们吓死呗，一些道听途说，是吗？你觉得我都道听途说是吗？我现在就告诉你们我怎么道听和途说的。大家现在回头看一看，从我爆料到今天诋毁我的人都是什么人。胡树立是站在前面的，胡树立女士，然后有潘石屹先生、黄燕女士、岳文海先生，还有就是公安口这几个人，从骇客到美国，骇客到网络，骇客到世界，骇客我手机，骇客我 Twitter， 下作手段无所不及，这是一个国家对我一个人的攻击。那么这些人的背后老板，你们看一下都跟谁是一伙的。包括头两天路透社又登出了一篇所谓我和托尼布莱尔的文章，又是完全引用了胡树立的所有的话。我现在我想问问所有的同胞们，在过去的五年，习总书记被骂的全人类的难听话都骂给他了，可是你们听说过有骂王岐山书记的吗？有人骂王先生吗？从来没有。是王岐山先生伟大吗？是他真的不贪吗？是他是神圣吗？一尘不染？还是王岐山先生从来不近女色，别人都是强奸党，他非常的干净和纯洁，他是处男，王岐山同志是处男，他没有孩子，他没有孩子就证明了王岐山先生没有生殖能力，没有性能力吗？他没有孩子他就不贪吗？我们历史上的赵高贪不贪呢？他没孩子。历史上的紫兰郑袖贪不贪呢？我们历史上无数这样的人，对不对？所以大家想，为什么没有人骂王岐山书记？为什么都骂习近平主席？就连这个美利坚共和国最自由的地方也没有骂王岐山书记的。而且2015年王岐山书记公开说，所谓的抓这些官员，我王岐山没抓过，我一个没抓过，跟我什么关系啊？那是谁抓的呢？大家应该记得，那是谁抓的？那就是习近平主席抓的，孟建柱书记抓的，那就跟你王岐山没关系，是吧？接下来所有全国上下全人类全地球包括宇宙，连那个中国发射的卫星上都会查得到的，王岐山书记是神人，一尘不染，圣洁至极，几乎是佛祖在世，菩萨在世，无儿无女，不近女色，然后救火队长，查遍全人类的都是这样。所有这些接触我的记者都在问一句话，为什么王岐山这么多年是中国唯一的被大家全球认可最干净的人？我说很简单，他拥有一个胡树立女士，他拥有恩格利益集团，他跟西方的政治家们有桌子底下的交易，海南唯一的证券公司变成了美国高盛高华，还是他家人当总裁，只有他的在他期间把中国的金融牌照判给了西方，他跟西方有利益交易，还有他跟西方有复杂的背景。另外我再次想问的事情，为什么这么多年所有反贪的罪过都让习主席担了，而王岐山书记、孟建柱书记啥事没有？公平吗？谁都知道抓的那些人跟谁有仇，谁都抓的那《人民的名义》电视剧那是谁让拍的。我不是说我多么，我跟习主席没有任何的所谓的政治和利益，我是用事实说话。如果谁能给我提供习主席
各种腐败证据我也照样揭发，可是没有啊。他们家人做生意我非常清楚啊，他们家的人做的那些生意加着一堆不如王岐山书记和其他几个盗过罪的零头的零头。我说话是要讲证据的。王岐山书记的私生女私生子有几个，你敢站出来给我说吗？你敢在全国人民面前接受 DNA 化验吗？我在曾经发推说过，如果我查不出来你20000亿的贪腐，我郭文贵从这楼上跳下去。6个月了，你们用弹以弹促打，以弹找机会杀，以弹促杀呀，想杀掉郭文贵。我从第一天就告诉你们，我有 N 个选择。欧洲、日本、美国每天都在问我，让我做出选择。我没有这么做，我始终我觉得中国是我的国家，是我的祖国，我应该爱这个国家，贡献这个国家。我不想接受西方给我的特别保护方案，我想让我的子孙，让我的父母，他们能看到我父母希望的儿子那样，我的子孙能看到他的这个曾经的祖爷或者是他的爷爷是一个真正的有坚持有理想的人。我爱这个国家，我爱这个人民，但我恨你们这盗国贼，我恨你们现在这个体制。可是这6个月来，我用我的生命，全家的生命，把过去的3年的痛苦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延伸，你们一次一次的对我进行各种暗杀和追杀。美国相关部门跟我谈话的时候说，你知道你的周围有多少人想收拾你吗？想做掉你吗？用过什么办法吗？我说我当然知道，但是我相信我不会被他们那么做掉。他们说为什么？我说我相信我是正义的，我是受到佛祖上天诸神保护的。他们大笑，但我说的是真的。就在3周前，我说不爆料什么原因呢？我想让大家知道的事情，3周前这位受委托的老领导决定来北京见我，来美国见我，我接受了。他说从现在起你不应该再爆料，我说好，从现在起我不爆料，不报王岐山书记、孟建柱书记和孙立军的料，我是说这仨人。但是有前提，我妻子、女儿还有我的另外一个女员工叫马南，还有我侄女郭丽杰必须马上回家，马上到美国见我。他们答应了，我妻子、女儿来了，我的女员工和我的侄女到现在没有来，他们绝不会守100%守信言。我给他们发信息告诉他，我你到来美国之日，只要你不兑现诺言，我就有违约的权利。大家看到头两天我也爆了一些料，但是我还是没有违约。可就是这个领导带着4个人代表着他们来跟我美国谈判的时候，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我毫不夸张地说，过去1星期里发生的事情真的不亚于用这个昨天晚上上海的一位老老领导话说，你差点引发了中美之间的一场战争。但这件事情它考验了郭文贵的人品，考验了郭文贵的这个人的道德。因为这位老领导是以国家的名义到达美国来给我谈事情的，我是带着一片的忠心和希望来跟他谈事情。我一再跟他说，别再给我讲政策了，别再给我讲相向而行了，我们应该来点实际的了。就在他要来的期间，大家知道他推迟了大概2周的时间，他说是签证的问题。后来在我们中南海内部频繁给我发了信息，我到今天
万分感激。我真不知道他是谁，但我相信既是有正义良心的人，同时也在利用我的人。很抱歉我这么说，我知道了他们正在想办法去抓捕和我有关的人，包括也有骗我的人在广州啊。曾经有人打着这个某领导家人名义骗了我的钱，他们把他抓了，包括也抓捕了啊，就五月七号抓捕了北京首都机场给我提供了部分海航航班信息的人，包括也抓捕了给我曾经在总参二部一个军官给我提供信息的人，也包括他们去在上海和这个刘特佐啊鸠漏在商量如何用第三方把我弄回去的事儿，包括有人向他们许诺在美国政府的游说要通过阿联酋第三方护照把我弄回去的事儿，包括也研究把我弄绑架到船上用货船把我运回去的事儿，包括在纽约大街上有人冲上来这个说我这个为什么调戏过这个女同志，然后把我然后跟当地的公安串通好，警察把我关起来让我闭嘴的事儿，包括这个有人设计让我把我家人给放毒品陷害我有毒品的事儿，都在上个三周的爆料当中在酝酿之中啊。主要领导人是其中的我说四个盗国贼之一，但这事儿都没有发生啊。所以这位老领导他是被利用者，他真是个好人，背后这些人让他来一面跟我谈，背后便使用这些黑招对付我。那么就是我上次说的这一共三招，这叫第三招，叫烂招。第二招是什么呢？跟美国政府做交换。就头两天中美之间习川会以后有六个工作小组谈不同的两国合作问题，每个小组来华盛顿都在游说美国政府将我遣送回国，而且美国的有些官员也在骗他们说我们可以做，那你给我什么条件，开出了天价。这就是当年的紫兰和郑秀想干的事儿，卖国求文贵，卖国求平安。你们所有跟华盛顿谈的话，你们所有在华盛顿做所尝试的交易，未来都会被公布。记住今天郭文贵说的话，不但美国的国会山都在盯着，全美国人都在盯着。你们以为现在是真正的世界老大了，你们觉得现在你们可以控制全世界了，可能吗？可能吗？这种愚蠢，这种傲慢，在中国欺骗我们那些草根老百姓，把这老百姓当猪狗来对待，因为我们这人傻嘛，被蒙着眼睛蒙着耳朵蒙着嘴巴那么多年了，到美国来你还以为能做到，你以为在非洲能做到，美国也能做到，在中东能做到，在美国能做到，你看看结果是什么。特别是头几天我们的胡淑丽女士所作所为已经超过了一个媒体的底线。为什么？胡淑丽女士原名叫胡淑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人命案，101是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胡淑拉女士你的事情刚刚开始。大家我再说回来，这么多年来胡淑丽女士天天骂这个骂那个，她骂过王岐山吗？她给布隆伯格这个富才德他们提供了习近平家人做生意的最关键的资料和信息，她为什么不提王岐山的呢？为什么不听王岐山书记的呢？郭文贵爆料那么长时间，胡淑拉女士你改成了胡淑丽，你杀过人，你报过密，你让别人家破人亡过，是你既然那么恨共产党的体制，为什么只保王岐山书记呢？大家知道张立凡先生是大家
所尊重的，包括我也是尊重的德高望重之人，一直在批判着这个体制，批判着这个共产党，批判习主席毫不留情面，怎么从来不批判王岐山先生呢？大家今天往回看过去的五年和十年，是谁导演了个这个瞒天过海，把王岐山先生变为神的这个不可思议的全天的网络？美国人、英国人问我，是谁有这么大的本事让全世界的媒体都在歌颂一个人？全人类上没有过。你们查一查世界上像他这样身份的人，有谁不被骂的祖宗八辈？只要是这样的人，几乎是50%人是反对的，他竟然是零。这背后的力量和背后的运作，难道就是为了他的名声吗？还有王岐山先生的家族现在控制的金融和资产，我说过中国金融资产总共180万亿，几乎都是听王岐山的，不是他都拥有，也几乎他可以控制和影响。这180万亿里边有多少钱被王岐山先生拿走了呢？除了海航的这2万亿人民币之外，还有多少钱呢？大家可以查一查现在的中国不良资产这几年去哪儿了。海航的2万亿贷款最后归为不良资产，不良资产就会进入到王岐山书记绝对控制的中箭头，控制到了中箭头，中箭头再把不良资产零价格再转回到海航，就这样把钱就拿走了。过去20年中箭头处置资产达50万亿人民币，这个国家级的不良资产处理包完全黑箱操作，是谁在操作？王岐山书记本人。过去的2年王岐山书记竟然把中国箭头变为私人控股企业，其中第一个人就是由姚庆同志实名啊，要开始来进行作为股东注册公司。2016年五月份注册公司叫什么公安公司啊，成立了中国箭头股东和处理中国箭头不良资产。这个王岐山书记的打击腐败，什么周永康、许才厚、令计划、马建副部长、苏荣，加着一堆还不够他们一个零头呢，他那还得做权钱交易。王岐山书记的这个盗国贼，他直接就把银行钱给拿走了，千亿万亿啊！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腐败的问题。回过来说，王岐山书记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呢？据我现在所掌握，王岐山书记的私生女、私生子都非常之年轻，也非常之优秀。王岐山家族的房子可不是那个一个，王岐山家族的房子在西方有100套之多。如果按照这个跟薄熙来先生的这个比较，那王岐山书记得判100次无期了。他要这些财富，私生女、私生子都这么年轻，受那么好的教育。有人，这位老领导跟我说啊，岐山书记都70岁的人了啊，你还说人有私生子、私生女？我什么也没给您说，我真的是尊重您。20年前他才50岁，25年前他才40几岁。老领导能不能别这样闷到良心说话？他70岁了，就等于他没犯罪吗？那周永康和许才厚都不用抓了，苏荣也不用抓了，所有到70岁的官都没有罪？这话我就不愿意跟您说，浪费时间。啊，他们啊，他老爸老妈都80、90了啊，这某某领导，你还说人家什么呀？
他爸他妈八九十，他就给把我爸我妈就给杀了吗？什么道理这是？什么逻辑这是？为什么王岐山书记要这么多钱？为什么他要控制这么多资产？这么大的一个世界级的媒体，世界级的政治的力量在背后，包括美国的共济会都在帮他，耶鲁骷髅会都在帮他，为什么？他为什么王岐山书记能在世界上有如此之影响力，而且他自己拥有一个非党内能控制的一个媒体的世界级网络？就连张立凡先生和胡淑丽女士这样的人现在都站出来替王岐山先生瞪着眼来开始瞪着眼为他来辩护啊！我这个我这网我多了拿不出来啊，像这样资料我能拿个91份，大家记住啊，91份，记住我郭文说的素质啊，我希望用时间来证明我能拿出91份来。这位是谁？王岐山先生的私生女，这张图当我发出去以后，我在这之前录制的视频当中很明确我说的，我说考验推友们的智力。大家知道为什么吗？有人在政治局和常委里边为王岐山同志说话，说郭文贵说的姚庆是呼伦贝尔的姚庆，不是王岐山书记家的姚庆。我把这张资料我打开的时候，大家不要忘了我这里盖住了什么，上面写的很清楚，是我的笔记，我这个是呼伦贝尔的姚庆，不是王岐山邀请。但是为啥我考验大家呢？下面有他的身份证号码，这是100%的姚庆的本人的身份证号码，而且下边英文很清楚说的这个是不确定的，因为这些报告全部是英文的。这是一个调查公司和美国这个有权威的法律调查机构共同在我提供的资料中调查的结果，结果张立凡先生就上当了。你说这不是呼伦贝尔的姚庆照片？你有没有看下面的这个身份证吗？我尊敬你啊，但你也太嫩了吧，就你这样还能帮王岐山先生成为国君吗？成为国王吗？这里边英文很清楚说好的，这不是这个，我下面已经打了叉，我这也打了叉。姚庆先生的照片和录像我拿不出来1000个字，郭文贵我愿意人脑落地，我一会儿在推特上把他护照给你们挂出去。既然都是有他，看看这个结构图了吗？这是当初结构图，我告诉他这个是不对的，这个红宁是他们家里的人，这是姚一林先生的夫人，我说这孟学农也是不对的。但是这暴露了什么呢？我们党竟然最高领导人王岐山书记愚弄中国9000万党员，说我说的那个姚明山不是他家那个山，是那个山字搞错了。就这个姚明山不是那个山，搞错了，那就不是你家的山了，你敢把证件给亮出来吗？荒唐到这种程度，把9000万党员真当猪狗啊，把14亿人民当猪狗啊。郭文贵调查一个人这么大，拿着全家的生命，拿着我全部员工的生命，我去连照片搞不明白我就去爆料去了，我找死呢？我找死有这么找死的吗？张立凡先生、胡淑丽女士、5毛们、7毛们疯狂的在这做，你们的表演让我更加坚信了，如果你们要这个国家让你们继续管下去，
那简直是十四亿人的悲哀。就这样的智商，就这样的情商，就这样的文化水平，你控制了十四亿人民。在这个结构图里面，大家看到的事情，在这个结构图里面非常清楚，这些公司有错的吗？资产有错的吗？还有王岐山先生，你是反腐的最重要的人士，连党员吃个饭都犯法，买几斤粉条你都在路上把车接着给抓了，多少啊，几十万党员被你给归了，960万人民被这弄得家破人亡。可是你的老婆是什么身份？姚明山是美国的居民。王岐山先生，你敢站出来说你老婆不是美国居民吗？你敢说吗？如果你敢站出来说王岐山先生你老婆不是美国居民，郭文贵爆料到此为止，我都会贴到这个推特上去。既然你老婆是美国公民，你怎么让全国的9000万党员说所有裸官全免职，包括我那河南老乡岳文海啊，岳文海因为老婆在美国当老师，也都是任着书记被你给免了，所以他骨子里恨共产党。你的老婆却是一美国人，而且你的5年反腐，凡是裸官必免必抓，重大犯罪。你的私生女私生子是跟谁生的？是不是人精，是什么什么什么人工受精什么婴儿啊，试管婴儿啊？20几年前了，几个孩子啊？我刚才说到这里，马建副部长还有一位安全部的部长给我说过一句话，中国未来将两乱，一乱就是党的内部有人造反造成国大乱，二乱老百姓造反把共产党推翻。我当时薄熙来事情出来后和令计划这两位先生的事，我以为这共产党制止了一乱内乱。后来这位部长由于我跑到国外他不跟我联系，头一段时间悄悄跟我联系，我问他，我说你认为那两乱这个隐患拔除了一个，是不是已经内乱取消了？他没回答我，他说文贵，等你把家人都救出去以后我们俩再好好谈谈。然后语重深长地说了一句，文贵啊，你受委屈了，我们高层内有真正的野心家，最危险的是习主席。我真没往心里去，最近在一系列的行动背后，王岐山先生下了一切的命令，黑白两道，不美国关系必须弄死郭文贵。我才意识到原来这个党内之乱就在我身边，就是我的敌人，这个人是一定会除掉习主席的。我这才想起来，在伦敦的时候我见了国内来的政法高官，他说如果19大选举真是党内差额选举，一定不是习近平当选总书记国家主席，一定是王岐山。所以劝我不要和王岐山为敌，而且告诉我王岐山的影响力绝不在中国，是在美国，是在全世界，而建议我不要到美国来，待在英国。最近3-4周来，突然间我收到了大
量的各种信息，都是说习近平主席家里面做生意，提供了大量的证据，包括在首都机场给我提供这个飞行资料的一部分飞行资料的那个小伙子被抓以后，我收到了他被审判的一段录音，就是让他承认郭文贵在调查习主席，而且让他如实的说，让他按稿子念，这个人还没死还活着呢，这两位习主席如果能听到，应该让人去调查他们是不是这么做了，能证明文贵是真是假。从抓捕我的员工和家人，当时进去抓捕的时候，我的太太和女儿现在在这儿呢，我问了细节，进去出示的是中纪委的证件和北京市公安局的证件，当时明确的说这是习主席的批示，孟书记的批示，王书记的批示，我们全家完了。一直到我爆料之前，所有专案组都是说习主席的批示。咱们海外的各种媒体说郭文贵是挑拨习王这个关系，离间两人关系，如果两个人的关系被郭文贵都能离间，他俩是正常的关系的话，那是我们国家的悲哀。如果你两个关系是正常的，是干净的，能被郭文贵离间，那是你们的悲哀。但是郭文贵要问不理解你们关系有什么目的吗？有啥好处吗？有什么意义吗？任何事情都要以事实为根据，文贵有什么样的事实挑拨你们关系吗？我有什么样的目的呢？有什么样的好处呢？有什么样的动机呢？在这个审判期间，在这个预审期间，还有这个非法关闭期间，我们的员工给每个人都说这是习主席的批示。我今天往回看，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办案人员的粗暴和办案人员不守法那么简单了，这是一个政治阴谋。郭文贵说了不算数，我无法安排几百个员工说一样的话，而且我也没法见他们，他们也不和我联系，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习主席不去派人查一查这事儿是真是假的。傅振华先生收了我们3次钱，20万美元、20万港币、130万人民币，和答应要一个方正的金融牌保险牌照和5000万美元，还有傅老三的录音，这是真是假？难道不找人核实一下吗？这几天有爆料说，你知道为什么不抓傅振华吗？因为傅振华帮助救过习近平的命，还有傅振华掌握习家做生意，习在保傅振华，各种信息啊，这是北京传来的。你有本事传来写下名字，这是什么？铺天盖地的让我去恨习主席，铺天盖地的来给我提供各种信息，就是让我去苗头对准习主席，不报王岐山，不报其他盗国贼。头两天有一个神秘的啊，给我发信息，因为现在大家都很清楚啊，我从今天一会儿你们记住啊，我这个之后告诉所有的朋友，我的 WhatsApp 全部取消，我只保留Signal 这个联络方式，因为这位这个人跟我说这是真的，他给我提供信息都是真的，但我怀疑他利用我，说所有的 WhatsApp、 所有的 email 还有我的 Twitter 手机都被他们控制了，只有 Signal 目前是安全的，所以很多人发私信是绝对不安全的，因为给我发私信很多人被抓了，包括爆料的人。所以这个朋友告诉我说，文贵你要记住习近平主席啊，这个是多么多么坏，因为这个人告诉了我一个重要的事实，他是一定住在中南海的，因为我那时候经常去中南海，我每次都从北门进去，那么江泽民总书记的家
旁边后面就是毛主席过去的故居，后面还有原来胡耀邦书记的家，还有他那时候夫人没过世还在旁边住着。这个人说当时在中南海准备给习主席安排房子的时候，结果安排来安排去没有房子，后来习主席问旁边哪还有什么空的，然后呢这个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姓陶的秘书长说旁边就剩一个毛主席故居了，习主席那我就住毛主席故居吧，只说习主席就搬进了毛主席故居住。这个人告诉我说党内因此暴怒，很多人接受不了习主席住毛主席故居。第二跟我说王岐山先生反腐是真正的反腐，习主席反腐是假反腐，是打击政治对手，给我举了 N 个例子。然后告诉我郭文贵批捕你就批抓你家人是习的批复，不是王岐山的批复。然后说这都是傅政华和习的事儿。这样的政治挑拨看上去爆料了很多真的信息，就是要挑拨文贵啊，对抗习主席，对抗国家。你把我文贵当成猪了，当成狗了，你不知道我的郭文贵的本事，你们一直小看我郭文贵，是你们一次一次在郭文贵面前让你们打错了算盘的最核心原因。我未来在十九大以前我会一次次证明给你们看你们是如何看不起郭文贵的，我会用如何的回报郭文贵对你们这种无知和愚昧多年来因为愚弄十四亿人民成功养成的傲慢，我要让你们付出代价。大家可以看一看这篇这张纸，这张纸是这位老领导22号到达纽约，他上飞机后的几个小时，我收到的一份的秘密的报告。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报告里面说的绝大多数都是实话，我会未来会挂到推特上去啊。一会儿我会挂上去。这位老领导在到达的纽约和我见面时，我告诉他，我说这是我收到了两封这样的报告，这个报告说明了什么呢？真正的了解了，确实知道是王岐山先生下令抓我们全家的，是傅振华是绝对腐败，而且是在大连给李鲁放水，而且王立军先生到达了华盛顿，正在和美国政府协商想把我弄回去，包括采取黑道，而且王岐山书记和习主席之间有问题。这样的报告我收到了很多份。尊敬的推友们，你们去想想谁给郭文贵发这种信息呢？这样的信息很多，包括胡淑丽女士在101中学1966年8月啊，打死陈宝坤啊，各种信息。郭文贵现在从爆料的角色已经成为了所有人想利用的爆料的平台了，这些人就是想把文贵置于到中国的政治斗争去，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背后的最重要的就是指挥者，就是盗国贼。这些盗国贼这个野心我绝对深信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主席和绝大多数的党员绝对是
有感觉无法确认的事实。从现在我刚才说过的话，拥有一个强大的国际政治网络，强大的媒体控制网络，强大的经济这个都同盟网络，强大的这种黑暗力量、隐秘力量的一种共同利益网络，和拥有数万亿人民币的资产，有 N 个私生子私生女的这么一个后继有人的一个集团，他们想干什么？郭文贵一点都不着急，我也现在不希望有什么结果。如果这个国家连这个都看不明白，如果习主席连这都判断不了，那就用事实和时间去证明吧，我不急于证明。中箭头的信息一直在给我发啊，这个国家是人民的，不是习主席的，也不是你王岐山书记的，永远不可能属于你盗国贼的。我倒不希望现在王岐山书记被抓，傅振华被抓，盗国贼被抓，我不希望。今天抓和明年抓和后年抓有什么两样？他影响郭文贵有什么生活吗？不影响。你们还能把郭文贵怎么样啊？员工别让出来，我的家人别让出来，不让他们随便出入境，把资产交给你们，然后继续追杀我，你不就这点牌了吗？我都不要了，我命都可以不要了，我还在乎那东西吗？但是不要忘了，14亿人民绝对不会一直这样闭着嘴蒙上眼睛蒙上耳朵等待着你们，被你们强奸轮奸再轮奸，还要说爱你忠于你，让你这个外交部教育部教育我们的子孙变成傻子，成为你的吃了人食丸的奴才，外交部成为你们一个骗老百姓的所谓的卖国部，让攻坚法成为拿着枪让老百姓跪下来，可以这样一直下去吗？盗国贼们，你们去想想，郭文贵今年48岁，我再等你5年，我53岁，我53岁我总能看到你下台吧，你再不下台我再等你5年，我58岁，你这中间把我给宰了，把我给杀了，我这91份资料绝对能把你们这人葬入到地狱的10000次。我说过，谦虚的说，千分之一没报呢，不谦虚，万分之一没报，几百个私生子女，几万亿财富，上千个私生子女和亲生子女、外甥、七大舅子、八大姨在西方读书、买房子，一夜之间在股市吸走25万亿人民币，然后像范雅、易珠宝这样的把人钱给卷走，一走了之，再通过法院判合法，这些老兵连饭都吃不起，给国家尽了一辈子的忠诚。最后儿女上不起学，回来还要被打被控。雷阳上了一辈子学，就这样几分钟给打死，还得是强奸死。聂树斌被弄死，被判刑，家人一辈子受折磨。709律师受了高等教育，全部被消失，被抓。这都是难道有正当的理由吗？为了国家的利益吗？这是哪门的国家利益啊？今天的网络控制已经是逆天而行了，全人类的文明就是信息的时代，信息的时代不让人们享受信息，你灯下黑，你黑箱作业，怎么有真相呢？星你满上放火，不行黑夜点灯，竟然是你们这样的老百姓只听你一个人说话，一个声音，一个嘴巴，一杆枪，
就连香港一个自由之地都被大家吓得半死，这几天有人要跟我见面，被吓得说我见你可能没问题，我回去可能就会消失。香港人当时在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做了这么多贡献，今天的香港人被吓到这种程度，这哪是以黑治国了，这哪是以黑反腐了，哪是以贪反贪了，这已经逆了天了。香港人还有未来吗？香港人还有自由吗？香港人还有法律吗？当然香港从来没有过民主，这样的形式能坚持下去吗？你们骗自己，你们骗14亿人民，你能骗得过全世界吗？我今天我尊重这位来给我来开会的这位老领导，这四个人，我不讲这个过程和细节，我要讲出去会震惊了世界。我郭文贵再一次，我用事实证明了我的人性、我的道德、我对国家的热爱。否则，中美之间正走向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灾难期。我是天然的反应，我的妻子和我的女儿、儿子哭着跟我说：“爸爸，无论如何，你要控制住这个局面。”否则的话，今天我就不用在这谈这儿了，中美之间就成巨大的问题。顾文贵是有道德底线的，是有法律底线的，是真爱国的。可是你这些叛国贼们，你们这些盗国贼们、卖港贼们，你在拿着14亿人民的未来在开玩笑。我上次报道了78起，我今天再报道一个73起。这个737请大家好好查一查。看到这个飞机号了吧？我再让你们看看这个飞机上谁坐的。张立凡先生、胡淑丽女士，你们去查查这个飞机上的身份是谁。大家看一看啊。这个上面是姚庆、张岭、赵俊、赵全 ,737。这个时间是2014年6月26号。2014年有一个737也是为姚庆买的，9000万美元这架飞机价值。这架飞机拉出过多少钱和古董，又有多少女人在上面。这上面这个头上有一个叫做弗兰克森。弗兰克森就是在美国帮助王岐山先生管理私生女和私生子资产，还有养大他们成人的。他的另外一个身份是姚明端的丈夫，那是假的，那是假的。大家看一看张立凡先生这个身份和名字有没有差，你自己看一看。胡淑丽女士，还有在北京那任志强、潘石屹把我们的黄燕的小手形成是一个窈窕的处女，黄处长、潘处长，你们解释解释。因为潘石屹先生、任志强先生就是王岐山先生要成为国王背后的利益共同体和打手。所有的潘石屹到所谓见黄燕全是王岐山先生和他的秘书安排的，周亮安排的。你们的房子的容积率全是他批示的，未来我会一一出示证据。黄燕女士的怀孕的小手你慢慢的往外露露啊，这个是假的吗？笑什么呀？不用笑嘛。新的助理啊，新的助理来了。今天他在笑，不用笑，这是事实嘛。这个啊，说完黄燕女士的这个小手，怀孕的小手，再说说该支持该割割，啥事不往心里搁。还有一个。这架是空客319，也大概价值1美元。看着这个编号啊，看着标号编号啊，这个飞行时间表看到了吧？2012年飞行，2012年飞行啊，2012年飞行。
大家可以看到啊，弗兰克孙差点给打成女的了啊，张立凡先生胡说，再来骂我来啊，这个是香港的身份证，他还有美国护照，这个弗兰克孙这个他竟然写成女的了，大家仔细看看啊，李然、刘同、裴楠楠是军官啊，军官王岐山同志的军官，还有一个惹琼巴、姚明端、姚明山、姚庆，所有证件，这是2012年11月11号哎呀，这个是这回大家看看，我再说，这只是再说说啊，飞行跟他飞行不说明什么，因为这是你家的飞机，这是你家，这是王岐山先生家的飞机，为什么？海航集团姚庆是股东，王岐山是股东，是老板。如果这个还有问题呢，咱看看这个，大家来看看这个房子，大家记住了啊，大家可以上网查啊，大家上网查王岐山先生的这位，哇，这报太多了，这料啊，以后再报多着呢啊，咱先报一张吧，别吓着大家了，大家的心脏你们现在能不能受得了，我看看啊，哎，给我一下这个电话，给我一下，我看看，给我这个，往前一点，哎呀，你们真是听不懂中国话，咱们真有代沟，给我这个来，心脏能受得了吗？大家，哎呀，我的天哪，这多少人在看呢？现在15000，差不多，才15000，天哪，我以为得150000呢，有点失望。哎呀，我们老百姓现在这个墙给，大家能受得了吗？我说的，我都有点心点颤了，我都有点颤了，说实话。哎。然后大家记住啊，被胡舒拉女士给疏忽掉的那个冠军同志是我们的核心人物。核心人物，大家推友们好好去做做功课，查查冠军是谁吧。我今天好多文件不出，我让张立凡先生好好看看有多少啊。本人多了没有？91个，这么多啊！我要出示银行账号的时候啊，我跟你讲，我也希望张立凡先生为你的希望，还有胡淑女士去查查。这个银行账号，这都是银行账号啊，汇款单。我接下来会一笔一笔钱给你们公布，在全球发布会上，录像、时间、金额、注册文件、资金去哪儿了，最后有什么，全部给你们展示出来。全球发布会。我现在已经确定8月份有一个叫做准备性会议召开，其中会有部分爆料在纽约，然后在19大，不管它哪一天开，开幕的当天我们在澳大利亚有一个小会，叫同时在澳大利亚有个郭文贵会到场，有3个最关键的人士会到场，在澳大利亚分会场举行迎接19大全球新闻发布会，最后是19大最后一天，新的领导人上台的同时，我们在纽约召开全球新闻发布会。大家记住我曾经发过的推，如果郭文贵不能把你们给老百姓们找来2万亿人民币，
揭发不出这些黑恶、这些盗国贼们的私生子女和这杀人放火的这种证据，郭文贵一定在你们前面剖腹自尽。包括现在重要的内容，在香港，如果香港没有郭文贵的铁的证据证明你香港建制派和你的纪律高官贪污受贿，郭文贵也自杀。记住我今天说的话，记住我今天说的话。哇，这个千万别露出来，露出来把人给吓死了。不是，这是像潘多拉的盒子一样。所以说我今天讲到这里呢，我希望王岐山先生能听到，你不要再让你的下属啊再来威胁郭文贵了。还有说不够猛的吗？最近五毛非常之嚣张，五毛换了马甲，先说好后来骂，用这个赞赏在先辱骂在后的方式啊，这个对待文贵。我说实在话，你说啥对我文贵有啥影响吗？我们的推友已经形成了强大的正能量，这将是中国人民走向幸福安全。怎么样？哦，太近了。这个是走向幸福，走向光明，这是中国民族的希望。你那几个五毛千万记住，作为一个佛教徒，你们千万别给自己家人积点德。我不管你是五毛还是七毛，他任何人偷取国家的几万亿，王岐山书记已经不是贪污腐败了，他是盗国贼。他用贷款的名义，最后把它变成不良资产，再弄个中箭头，中箭头在不良资产打包卖给他自己，然后零消费。未来我会给你们提供证据。怎么样？杂音很重，现在有干扰。有干扰。行就行，应该。用这个声音了是吗？原声了。原声。OK。所以呢，这个已经不是什么腐贪污腐败盗国贼了。中国过去五年是盗国贼抓贪污犯打群架，然后讲的是什么中纪委打铁还需自身硬，真的是你哪只有手硬，你哪都不硬。现在黄燕这同志的小手也不硬了，也估计也怀不了孕了。潘石屹先生、任志强先生，你们那点政治抱负、那点小理想、贪污龌龊，你说你盖个楼呗，还整着要中国人民的感谢你，你是建筑艺术，美化了北京天际线，你那个这个建外售后那个银河售就像狗屎一样。你知道咱们有共同的设计师是不是？这个扎哈迪跟我说什么？没见过这么无耻的夫妻两个。我设计完以后，他竟然打出照片给贴上去。结果你们搞房地产呗，赚老百姓的钱呗，跟这个当官的这个勾腐败呗，结果还让全国人民感谢你们，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文艺人。你说任志强先生都那么大岁数了，一天天装成自己跟这个政治大佬似的，好像天下没你不懂的事儿。你干过啥呀？除了蹲过几天监狱，你出来还不是吃共产党的饭？你不还是叫共产党给你房产？天天还骂习主席，你有啥资格骂习主席？你就仗着王岐山就在这块折腾。潘石屹，你不就是老领导？你不就是王岐山吗？还有王岐山下面几个干将吗？北京出去的吗？你们也有资格出来给中国讲民主法律，你们也要讲正义。你们打扮在私下里边把习主席弄成一个独裁，现世毛泽东、斯大林。你有啥资格？你干过啥呀？你这一辈子啊，有啥让你骄傲的？瞪天大嘴巴在那乱讲话呀？
你创造过财富，帮助别人，你有了不起的艺术造诣，你做过无善的慈善事业，天天在那瞎爆料，都道听途说北京市所谓房地产的预测，跟你什么关系吗？这是站出来，你真以为老百姓把你当根葱了？像郭文贵这号人物，像你这号人物连个屁都不算在这个历史上，还竟然批判党中央习主席去，你真以为王岐山就能当了皇帝吗？潘石屹先生、任志强先生、黄燕女士、岳文海先生、徐子斌先生、王恩科先生、朱山禄先生啊、张学兵先生、李友先生啊，这个不要在这块执迷不悟了，看看你们的过去，让老百姓收收你们的过去，再看看我们这位冠军先生，看看我们弗兰克孙先生，看看我们的姚庆先生、姚明山女士、姚明端女士、陈峰先生、王健先生、刘女士，哎呀，这太多了，这已经乱了，乱了，都乱了。把你们这人名连在一起，我的团队告诉我说，画了一个圈，说这所有人加在一起就是一个 disaster， 灾难。竟然有人站着说，此姚明山非他们家姚明山，此姚庆非他家姚庆，你连起码的常识都不要，你把党员、你把老百姓这些年的沉默和忍让当成了愚蠢，真的像公子兰呐、啊，真的像郑袖啊，把所有楚国人民当傻子，把屈原给抵死。今天秦城里有多少屈原呢？今天大秦朝也好，还是什么也好，我真的是，习主席如果能闹清楚真相，中国可能就是上盛世一统江山，成为大秦帝国。如果习主席查不清真相，就会成为楚怀王。六国联盟就是今天与中美关系去世界搞好，将成为全世界成为中国的敌人。那赵高不但不死，还要当皇帝，那中国就不是进入了那这个末秦代末世了，直接就进入了中国回到石器时代了。我刚才问了王岐山先生，你有种站出来找人发言，说你太太不是美国居民、美国公民，郭文贵明天就回北京跟你见面去，我敢跟你拿着证件跟你见面去。你的房子有多少？太多了，我一天一天的报到十九大，如果十九大还没有新的房产报出来，郭文贵也自杀。我说你们是盗国贼，不是贪污犯，贪污犯的数是可以查的，你是盗国贼。香港的好房子都在你们手里边呢，香港的好资产都在你们手里边呢，香港的富豪被你们控制了，香港是你们家的小四流弟、小三儿。你们能这么盗国的时候，能不能给我们这人一个活路呢？不要让那个杨改元女士把四个孩子全弄死呢？叫郭文贵这些这些到今天很多人还说郭文贵什么过去怎么样，贵怎么样？谁说出过去怎么样了？我有什么违法犯罪吗？我这样的人你都不能给我生存的空间吗？你是逼民造反呢、啊？你不是官逼民反呢、啊？你这是官枪民反呢、啊？拿枪指头反呢、啊？我们有选择吗？三年过去了，过去的六个月天天跟你们认真的谈，你们还是想办法骗骗骗，抓抓抓，杀杀杀。咱往下走着看，王岐山先生，另外的几个盗国贼，我今天说话全都给你们兑现了。
没报你们，我今天只说王岐山先生。如果在一定时间内郭文贵的事情还不能得到解决，咱往下拭目以待的看一看还有什么事情会出来。我今年第一次，我向习主席庄严的、认真的、负责的，我向您提供了最近这些天的事情的变化的证据和事实。我希望您可以任何形式，您可以去调查，郭文贵愿意配合。我强烈建议习主席要查清楚这些事情的背后的动机和原因。如果有人愿意要，有人说的习主席栽赃你们的这些信息和证据，我也愿意提供。我相信习主席有能力，你也有必要把这些报您家人要的这些东西搞清楚，包括现在特别重要，过去我的员工被抓期间，我家人被抓期间，这些办案人员是怎么说的？大连专案组的局的公安局局长陪着李友吃饭，收李友的钱，北京市公安局收到李友的钱，拿着李友的东西，还享受着李友送的姑娘，拿着翡翠和珠宝是字画，是怎么把李友给是假释的？李友拿了多少字画和钱和股权给了这些人？而且李友的卷宗206册是在李友释放前一个月全部重新改的。习主席，您不去查这个事情，您将对历史无法交代。范一飞行长是人民银行行长，我跟他无仇无冤，是上海银行的行长。王岐山书记原话是他推荐给去上海银行当行长的，是他给棉恒先生的礼物，江棉恒的礼物，因为上海银行是江棉恒的，说答应过范一飞行长要当人民银行副行长，未来郭树清要回来当行长，这是江边恒先生和王恩科先生、李友先生三人会面时候说的话。这是这个李友和王恩科先生和范一飞行长在盘古四合院11单元说的话。如果习主席你有必要，我可以拿录音。那就在18大以前，王岐山先生已经对这些所有的领导人的任用已经定局。还有习主席，令计划先生多犯什么罪是他的问题。您听到了各种版本关于令谷之死亡。令谷的车，法拉利的车是河南的老板送的，是卫星送给他们的，是郭文贵第一个检举揭发出来卫星是令计划的同党，是送车之人。郭文贵没立功，李友立功了。那么我现在想郑重的给中共中央国家主席习近平先生说，令计划的儿子的死，令谷之死另有蹊跷。他这个死是一个现任的常委和过去的常委共同设计的结果。未来在19大的之前，我会把所有事情报出来，我会拿资料、拿语音录音说出来。除非你们像傅振华一样把所有人全都杀了，全都让他消失，都变成徐明和李明，否则我是一定要爆料的。令完成这个窝囊废连个人都不配，他没有勇气，贪生怕死，起码的正义、起码的人性和勇气都没有。令计划先生在国航的那个女朋友打了4次胎，在协和医院。令计划和霍克之间用手机拍下的各种证据，包括当时的数据包，令完成手里都有。我已经向美国政府有关部门说了，令完成手里都有这东西。马建副部长手里边有的数据，我今天也公开说明。马建副部长在他的下属，就行动队长高辉先生，被专案组给弄死了。这是个伟大的警察，在他死之前，他告诉了我所有海外的有关的情报信息，特别是有关香港所谓港宝在香港的活动的具体的情况，包括联络人和方式，他们叫掏窝，也就是搜家的各种的人和数据。
包括国家安全部在美国、在海外、在欧洲藏匿的大量资产，还有情报网络。今天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到了千钧一发、生死存亡的时刻，如果今天推友们你们还把文贵爆料当成一个电视剧刺激的来看的话，你们就不配当中国人。因为刚才我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用你们的同胞、我的同胞、我们的前辈生命和鲜血换来的财富被这些人给偷走了，而且你们所有人今天辛辛苦苦的工作就是把你们反而把你们送向了灾难，让你们变成人间真正的奴隶。如果你们还抱着看笑话的心态准把子弹给文贵让文贵去射，那你们的今天就是可怜的、应该的、活该的。世界上我不相信有任何国家和民族像今天一样被四五个人给绑架，几十万亿的美人民币的财富被人给掠夺。你们的子代未来上不起学、看不起病、吃着化学这个食品。如果你们不行动，只靠文贵在这空嘴巴说，就像看着张立凡先生、胡淑女士天天用笔杆子、用嘴巴讲，能讲出我们的未来吗？能讲出我们的尊严吗？能讲来我们的安全吗？郭文贵都做到今天了，他们都不放过郭文贵，始终都以他们的权力的傲慢和欺骗，用他手中绑架的权力要把我们全家全部消失。多少个曲员被送进了秦城监狱，多少个曲员被冤死，谁不贪？这位老领导在这个我家，就在我家谈两次，他说这些人怎么贪怎么贪，我说谁不贪？你告诉我谁不贪？不是那些贪官不贪，他都贪，我从没见过一个不贪的，包括马建国，他当然贪了，他不贪他能活得了吗？茅屎坑里的蛆不沾屎他能活得了吗？他敢见阳光吗？他不扎猛子在屎坑里边他就活不了啊，他敢见阳光吗？他敢不贪吗？一个工作了30年的公安，他敢不贪吗？他是神，他不贪。令计划可以玩国行的这个姑娘，可以玩中办的姑娘，可以玩这个咱们大堂的姑娘，可以玩演员。王岐山先生哪个演员都不玩啊？王岐山先生什么演员都不玩啊？给多少人搞了私生子、私生女啊？中国高官哪个不是政治夫妻啊？谁不是啊？为啥就把那些人送到秦城监狱去了？我跟他们无亲无故，我想说的事情，一切都要依法治国。这个国家不是你哪个人的，现在老百姓的钱被你们给偷走了，现在老百姓还得说你们好，天天维稳，拿着老百姓的血汗钱来维稳老百姓，拿着老百姓的未来，拿着老百姓的家人和身体健康和生活来绑架你们所有的老百姓，然后让你们所有的这几个贪官的家人在西方、美国、欧洲享受着人间奢侈的737、空客319、万流550的这种超级生活，全人类几个国家的总统加一起都没有你们生活的豪华奢侈，一顿饭都吃500万、1000万呢，住在隔壁上全人类上最贵的房子，拥有无数房产。就这样还要打铁还需自身硬，人民的名誉简直是笑话荒唐。亲爱的同胞们，你们再去看看人民的名誉，再去看看打铁还需自身硬，其中打铁还自身硬里边有个叫申英的，是我山东范县老乡，离我家直线20公里，就是头两天弑母案的所发地。他说过什么？
共产党是全世界上最大的骗子。他做梦他都觉得是共产党的仨字是他的侮辱。一个外来的邪教统治着中国，还让中国把他当成了信仰。重要的事情，现在我们党的这些盗国贼，你信不信呢？你把这个国家14亿人民的未来和安危就被这些人给绑架了。一个国，一个海航啊，一个冠军先生玩几万亿人民币，而且是一分不拿拿走，一分成本不付拿走。你们还要控制19大，19大王岐山书记还要当总理，你当了总理，中国这个国家会走向什么地方去？这个国家还有点希望吗？你继续再贪污，把你贪污的钱再合法化，控制进出口银行、国开行、邮储银行、民生银行、进出口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现在把农行人都抓完了，再控制农行、盛京银行、新华保险，中国还是谁的呀？不都姓王了吗？那不是你姓王的王，是王国的王啊。现在给我发信息发资料说习主席啊贪腐，习主席家那点钱都不够你个零头的，都不够你飞飞机的汽油费。他们家那点，人家过去做生意那是做生意赚的钱呢，还有个赚生意的过程呢，你们是直接从国库里拿呀。现在结果郭文贵是什么？郭文贵辛辛苦苦赚1200亿，你也要给吞了，你也要拿走，说我是骗贷，我把钱还了还骗贷，天下有如此的法律，这还有公平吗？香港的房产为啥高啊？为啥海航到香港一直去买地啊？你们要把香港的所有建制派、香港政府官员全部绑架，为你们所用。你们定的政策就把香港变成你们的缓冲之地，说政治启蒙之地。习主席7月份要访问香港，习主席，我强烈建议您要知道，他们在香港埋下了多年的各种势力。安全部的3位部长曾经说过，在这个斯诺登，美国斯诺登到香港事件之前，香港真的是没有大陆的，就是国家的这个情报和警察力量的。为什么？因为斯诺登事件发生以后，中国政府真的不知道斯诺登在哪儿，香港政府不知道在哪儿。董建华先生说过一句话，说当时最愚蠢的就是让英国的情报机关撤走了，香港没有情报机关，所以说呢找不到斯诺登。后来有江泽民书记、胡锦涛书记、安全部部长耿慧昌、徐永月、马建副部长，还有二部的部长啊，这个杨部长一起开会说，我们找不到是因为当时江总书记要求撤出香港所有的情报系统。后来当时决定马上派遣3000名到香港情报特工，后来又去了大概6000名、9000名到香港去。我郭文贵今天说的话，任何有良知的党员，香港的梁特首你是知道的。所以从那天起，香港就有了9000万的大陆来的执法部队和情报特工。香港从那天起已经没有一国两制了。可是这个事情本来是国家行动，后来变成了某些盗国贼的野心。在香港布置了一系列的自己的人马之后，跟各大富豪进行了权钱交易，抓住这些富豪的把柄，控制住，让他们为他们服务，洗钱。香港的一个娱乐界的富豪一年为大陆的这几个贪官洗钱5000亿到8000亿，未来我都会公布。用金融期货，我给美国政府相关部门也都报告了，美国政府部门和欧洲有关部门也在查洗钱，同时再用这个东莞的处女小姐、房地产、深圳的走私、
贿赂把建制派议员和现在香港的纪律部队多个高官给拿下控制。这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叫什么，叫第二个香港计划。就你看到的香港是第一个香港，第二个香港是他们控制的香港。这是马建副部长、高辉处长还有另多个安全部官员在我香港的办公室当场说了的。但是今天可悲的事情，这些所谓第二个香港计划不在中央控制范围之内，我相信习主席的本人连知道都不知道，已经完全被王岐山等几个盗国贼给彻底控制了。为什么？两年半前我在南法一个酒店里边看到一个香港的超级富豪家里两家结婚，那天梁振英也去了，这叫 Hotel du Paris 酒店。那天所有香港的名流官员全在，我得到了几份绝密的录音。这个录音当中他们认可的老板是盗国贼，不是习主席。而且这些盗国贼们明确的说，十九大是王岐山来主掌整个中国，中国的经济股市会大涨。管政法的几个人已经向他们许诺将给他们什么。从那天起我就知道香港已经是岌岌可危。那天在南法的 Hotel du Paris 的婚礼，不仅仅郭文贵拥有这个绝密的录音，西方的很多的司法机关也都有这个录音。香港的雨伞行动绝对没有西方全面参与，如果西方全面参与，那个录音被放出来，或者相关那样的录音被放出来，是结果一定不是那样子。郭文贵已经有生死不顾了，我要为香港的自由、香港700万人的未来和真相，我一定不惜一切代价，因为香港给了我一切。我一个草根农村的孩子，第一次得到外资写投资就来自香港夏平女士，我第一个爱马仕领带、爱马仕西装就来自于香港，金利来领带、金领是来自香港，吃的叉烧来自香港，吃的河粉来自香港，我第一次住的豪华酒店半岛就是香港，我第一次出海是在日本，第二次出海在香港。所以我一生当中永远不可能背叛香港，永远不可能背叛英国，永远不可能背叛美国，永远不敢背叛中国，这是我一个人的成长。这些地方不能被这些盗国贼所蹂躏，绝不能被这些盗国贼们所欺骗。这张图里面大家看到了，这张图里面的公司所隐藏的很多是控制了香港的绝大多数的优良资产，包括香港人很多的保险和未来。香港的很多人的养老基金、银行、保险、证券核心资产已被盗国贼所控制。未来不是你立法23条要剥夺你们的安全和基本的权利，是你的民生、你的未来、你的生存全部被控制。未来的政策就用香港人控制香港人，用香港人打香港人。我们的这个千万别忘了，共产主义最大的本事就挑起内斗，利用仇恨，利用族群的族群的矛盾，挑起事端，达到控制的目的。今天在党内，党内的政治斗争和党内的利益之争已经是你死我活。
香港的利益之争、安全之争已经到了图穷匕首间的时候。王岐山先生作为全人类上都尊崇的伟大的人物，比教宗都光明都伟大，比达赖喇嘛还懂宗教，比处男还纯洁，比佛祖都是这个六欲不沾。结果是什么呢？盗取了国家几万亿的财富，N个私生子女，多个政治利益集团，控制了大陆香港，甚至要控制全世界。他收买了西方的各种政要和利益集团，拿着人民的钱、人民的利益、人民的未来，约翰洛克的国家论里面，如果按照那个标准来衡量今天的王岐山先生，今天的政府、人民早就该革命了。今天的人民的懦弱、人民的忍让、人民的感恩成了盗国贼们的武器。如果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14亿人民只指望一个郭文贵来做什么事情，那是民族的悲哀，那也就罢了。如果每个人都靠今天的网络发发牢骚、讲讲话就能解决你的后顾之忧，能有一个安全有尊严的未来，这些民营企业家们，你就以为你的财富得到保证，你的儿女不被人家欺负不被抓起来，这些私人企业家们在这些官员面前振臂高呼发誓忠诚，把老婆、把妈妈、女儿都给送给人家当官睡觉去，你以为能换来你的安全和尊严，你就继续试吧。郭文贵的今天一定是你们的明天，你们的钱财你转出来试试，你能转得出来吗？你转得出来，你能花得完吗？郭文贵的红通事件给全世界敲响了警钟，这些盗国贼们不仅要盗走你的钱，还要让你闭嘴，还要让你的钱财不能拿走，而且一定要记住，他们这个所有的红通还有孟宏伟到那儿去当这个主席，目的就是让全世界闭嘴，掩盖他们的盗国罪行和丑闻。有什么了？多少人现在？现在21000。21000，哎呀，好，谢谢推友们。就很多人问这推友不好，推友像推油似的，你们别这么理解。我说过，我不喜欢粉丝俩字儿，这个粉丝太不好了。凭什么叫粉丝啊？我们就是，推特的朋友。哎，麻烦你开下窗子，这个不开空调，这个太糟糕了。现在已经多长时间了？1小时40分钟。1小时40分钟。8点开始的吗？推友们，现在是不是我应该结束了？别说了，我再说北京死人了，是不是？没问题，我虽然睡了2个小时，但是还是很舒服的啊，没问题，我再讲上几个小时没问题。关键是我现在我这个爆料啊，我怕着把人给吓死了，我怕把人给吓死了。哎，你再插一下这话筒好不好？玉秀，你插一下，哎，玉秀，插一下这话筒看看行不行？再插一下这话筒，你再插上看看行不行？我要看看，哇塞，很多真的推友真的心疼我。我这昨天晚上我起来看那个这个几个老兵啊，我发现我们的老兵同志非常有智慧，毕竟受过国家训练。
这个声音没问题吧？受过国家训练，给我录了几个视频啊，这个背景地点都看不出来，但是每句话都让我感动，让我注意身体，因为军人特别知道身体的重要性，而且特别是这个我特别感动这些老兵呢对习主席的这种支持和理解。我真心的向各位推友说，我了解习近平主席本人，我了解他家庭，这些所有的老兵们对习主席的理解我非常之感激。千万不要上了盗国贼像王岐山这样的当，他代表着过去的老的利益集团，他代表着盗国贼。习主席没有任何动机和目的去盗取国家，他也不可能拿着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和他那样一个伟大的父亲母亲这样的家庭来冒险，他已经是国家领导人了，他没有必要去为了钱财利益，他不是这样的人。所以这老兵们给我发的视频我非常之感动，你们对这个跟一般的真的人看法不一样，看透了中国政治的本质，而且你们的预测是正确的，但是千万不要随便有行动，因为这个行动会被盗国贼们利用，盗国贼们是掌握着国内的公检法的武器呢。你等文贵把澳大利亚的会、美国的全球发布会和十九大会开完，如果说这个国家还不能给你们公平，我就会号召你们上街，我就会号召你们上街，而且不但要上街，我郭文贵回去跟你们一起上街，他把我抓了拉倒，我带着我老婆女儿，我带着我全家人给你们上街。如果这个国家像傅振华这号人，像王岐山这号人，像王岐山那一帮同伙们不被抓，九千万党员那就没有任何希望了，我们十四亿人再把这个未来和国家交给他们，那我们真成了愚蠢至极的人了。冠军先生娜塔拉啊，娜塔拉，哎，我看看啊，是娜塔拉，对，娜塔拉啊，哼，你看我干嘛，我没说你，娜塔拉女士，这个私生女，我这说的是你可你比他长得好看啊！这个这些同志啊，你看这银行，你看这银行的钱，你看这钱，巨大的钱，巨大的钱。这个掌握的国家财富不还给老百姓，这海外这块儿这么多的资产，就在我周围到处是这些贪官的，还有这些盗国贼的资产。这一个个的飞机让他每天飞到处飞，拉着一堆堆的美金现钞，然后查贪官的时候查中石油，把中石油在瑞士的账号全部归为己有，上面几百亿美元呢就被王岐山先生就归为己有了。你以为人民不知道啊？我郭文贵知道，为什么？你在收买别人的时候他们出卖了你。瑞士银行的事情，这个小房子，这个小房子，懂的人看一看啊，陈峰先生啊，在这里发生了什么啊？这是什么啊？看看啊。我再说一遍，郭文贵这里有九十一本这样的资料，九十一本，我真不需要我都亮出来，我也真不希望去公之于众，我真担心这十四亿老百姓上街游行去。中央里边有个王岐山这样的盗国贼集团，各省有多少个这样盗国贼啊？各县有多少啊？各镇有多少啊？天天大家就骂城管去，城管能贪多少钱呢？海外，欧洲、美国、新西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香港、日本，
这些买房产都是我们这些卖糖葫芦的、卖猪肉的，都是那老百姓搞货运的，那些民工们吗？不都是这些盗国贼和贪官污吏们吗？老百姓们在国内也好不到哪儿去，把房价抬高，有黄燕的小手，加上潘处长，啊，还有虚伪的任志强啊，把这个老百姓的房价给抬高了，一个个无良的地产商，然后再在银行把款给你盗走，你存的款给你弄走，然后人家就在外边也把钱给你拿走，你这老百姓怎么活呀？走到海外搞红通把你弄死。在国内用房价用贷款把你钱洗走，如果你再有钱就你被强奸，然后你行贿把你抓起来，你去了香港把你给绑架回去，你说你怎么活呀？这已经不是黑社会白社会的问题了，这是比恐怖组织 IS 他只是杀你呀，这些人是杀你还要你全家呀，还要以法律的手段人民的名义把你给抓了，把你资产抢走了。同胞们，十四亿同胞，不要老叫郭文贵在这爆料，文贵从开始爆料到今天有谁去行动了？有几个是行动的呀？我们网上一说推特党啊，发布这个推特党要成立推特党，推特党国旗呼应者太多了，但是我说有多少真正的国内有良知人爆料啊？有多少有良知的人去说真话呀？有将近这个900多万个党员和家人、商人、私人企业家被骗、被抓、被牵连，谁敢说话呀？就是你们的沉默，纵容了所有这些盗国贼们的他们的胆量。什么样的人民就会选出什么样的政府，是我们这些老实的人民就选出这些盗国贼们。你们竟然相信王岐山是清官，人类上最大的悲哀，最大的丑闻。现在中纪委全国纪委成了王岐山帮、王岐山家的中纪委了，还要下部当总理，继续当常委，天理何在啊？党纪何在啊？国法何在啊？你想活1000岁啊？这是一个典型的昭告啊！还派出你那些什么流氓暗匪来杀掉郭文贵，用美国利益集团干掉我，你来干干我试试。从2006年，你当北京市长就瞧不起郭文贵，在北京市长会上，你问是谁？在那个奥运村旁边盖了这么大的楼，北京当时建委副主任叫刘永富，还有刘志华在会上说，咱们这北京160个区县干部说，啊，这个人是河南来的，柳是流水，秃头，普通话都不会说，还装他娘的美国人，大家哄堂大笑。我相信王岐山市长当时知道这件事，说郭文贵是河南人，66岁，秃头，连普通话都不会说，还装美国摩根，大家哄堂大笑。刘永富是敲诈我买他家这个空调的人，结果你就开始瞧不起郭文贵，你让刘志华就把我的楼给我收走，最后让刘志华当了你的炮灰，是你让我去找刘志华的。刘志华今天被你给偷偷的保释出来，他还以感恩戴德呢，是你让我找的，说小刘和大刘，小刘叫刘志华，大刘叫刘琦。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这个篇说了里面说这个，你最恨的马建副部长和孟慧卿和马文，是因为当时这个查这个你的事件，王岐山书记，我不怕你，但是我要跟你说实话，郭文贵真的不知道查你王岐山，什么时候知道的？是孟慧卿的老婆，不是孟慧卿离婚以后，他的女朋友。在2013、14、15，在我香港基金工作，是他告诉了我，当年孟慧卿是查你、查刘志华的同时，还查了你王岐山。
然后你，我知道有一个事情，马建副长跟我说过，曾经在办公室你把马文骂得哭，马文部长跟你谈到是查你的事情，你把他骂得哭，马文部长回去给当时的吴官正书记、何勇书记说了这个事情，最后跟你谈话拉倒了。但是孟辉已经掌握着你的这个调查的所有资料，有十八个录像，二十一个 U 盘，这就是当时在孟辉清家操守的东西。你以为我有？你以为我和马建副部长高辉、满永平和孟辉清和马文、何勇和吴冠正和令计划参与了查你的案子？我今天负责任告诉你，王岐山书记，我绝对不知道。你冤枉郭文贵了。你在我北京市去，就是因为你权力的傲慢，你把我们，你就是骨子里边你是贵族，你看不起农民和草根，你以为听说郭文贵就是一河南农民，66岁秃头，你就一下子就是看不起了，就我不该拥有盘古这个房子，这个项目，你给我收回。后来刘志华的事情，刘志华被双规以后，你更加恨我，后来你又误听为被你那些狐朋狗友们这个欺骗你。说是我参与了和马文部长参与查你的事情，和马建副部长还有孟慧卿、高辉、满永平还有何勇还有这个刘森，你就开始恼恨在心，你当纪委书记，你就是人家这上面说的，你就要派几百人把我们全家给灭了，结果查不出我的证据，还要再查，直到我灭了为止。这都是因为你王岐山先生，你就觉得你是贵族，你觉得我这号人就狗屁不是，你觉得我这种草根这啥也不配拥有，你就觉得我没有啥本事，然后你就重用了你的胡书立，天天在这瞪眼把我说成跟狗一样，什么孝，什么生于犬奴，生于农村，然后把我说成权力的猎手，照我的谣，毁我的名声，抓我的家人，抓我的员工，断掉我的朋友，全球追杀，就报你一仇之私。关键你这个仇还不是真的，你的昨天我的女儿她问我一句话，爸爸你记得吗，当年有一个王岐山的女儿去过咱家，特瘦的女孩，特好，叫王什么养，哎，我说就是，我还忘了这事儿了，你的养女，就你的哥哥王福山的女儿啊，还有就是你那个女婿叫黄耀文，黄耀文曾经是我的律师，我当时对你是多么的尊敬啊，你黄耀文就在你收了我楼的时候还拿走了我1-2千万，我跟你无仇无冤，我啥时候查你王岐山了呢？你竟然听讯了谣言，要把我郭文贵全家置于死地。王岐山先生，你的所谓的贵族的傲慢，你的权力的傲慢，你把中国老百姓当成了猪，你天天在你家你说什么，中国老百姓再过100年都开不了智，中国老百姓就得用宣传，就得用鞭子，这是你的原话吧？王岐山先生，你给谁说的话记得吗？把桌子东西夸一糊了，对着当面的现在的领导说，人什么叫腐败啊？搞几个娘们儿，搞几吨钱叫腐败吗？你丫听的傻呀，政治错误才叫腐败呢，抽着烟就这样，这是你吧？你把老百姓只能是用宣传蒙上眼睛和用鞭子来对付中国老百姓，你这样的官儿，你竟然在中国以贪反贪以黑反贪的方式达到了5年统治中国的目的，欺骗了全人类，欺骗了全世界。张立凡先生、胡淑丽女士、任志强先生、潘石屹先生，你们受过王岐山的恩惠，你们是他的同党，你有没有想过我说这事情是不是事实？你们要证据，但凡有一点良知和正义的人，你去看看发生的事实，事实超过证据，我说这些事情你来反驳我。王岐山的夫人就有美国居民的一招，他就不该当纪委书记，他就不应该成为中央领导人。王岐山先生的家里边人用别名持有了上万亿的财产，他这一点就该蹲监狱。王岐山先生拥有 N 个私生子女，欺骗党中央，就应该蹲监狱。王岐山先生给利用职权把国家几万亿的不良资产给个人，用这方式欺诈骗犯，行人必须进监狱。王岐山先生利用自己的职权给家人谋私利，必须进监狱伏法，否则对14亿人民，对整个共产党员是没办法交代的，人民是一定会给你们清算的。张立凡先生，我就这一个钓鱼就把你钓成这样，
探看冠军是谁，大家把冠军说出来，我再给，我还没出文件呢，冠军亲笔签名持有股权的东西，姚静名下持有股权的东西，姚静公开着处理建行建投的不良资产的东西，你的私生女 Frank 孙在加州的房产，在纽约西的房产，在纽约的房产，银行账号大笔现金，陈峰先生和王建英是神呢，你们短短的几年就玩10000亿人民币，我们中国老百姓连饭都吃不起。杨敢兰一个年轻妈妈将四个人自杀，最后老公在她满气后自杀，就因为300块钱的低保，结果竟然有当地文章说杨改完在那个周围的穷人为啥没自杀，为什么他自杀了，因为他得了抑郁症，他该自杀。然后呢，黄燕的小手说黄燕是纯洁的少女，潘石屹先生是为国家做了贡献，人民做了贡献，建立了美丽的首都，他是艺术家。任志强先生就成为了代表了公益，代表了正确，代表了无私，现代雷锋，有水平。张立凡先生哑然成了一个民族的斗士，胡淑丽同志是他的，这个绝对是他的偶像，任志强、潘石屹是他的好朋友，王岐山是他的偶像，然后这个习近平主席就是大坏蛋，反腐王岐山一个人没抓，都是习主席想抓的，抓郭文贵是习主席批的，抓家人是习主席批的，放傅政华干的。说实话，前天一封秘密来函，让我对傅政华先生还真刮目相看。为什么？毕竟我从来跟我太太不谈这个过去的案情。前天我太太告诉我说，他被关押期间对他非常礼遇。还有两个好人啊，这位两个好人郭文贵暂时谢了，在关押期间给我太太还准备了抹脸的东西，还拿了两本书看，据说这是傅老三傅卫华安排的，傅振华安排的啊，这是一。第二个，傅振华和傅老三确确实实，我才知道在我们全家被抓到，就是2015年1月8号的时候，亲自把我哥找到了一个桑拿房，脱光了屁股洗桑拿，说你们赶快走，全家走，因为你不走，你无法想象会对你家有什么样的打击。其中就告诉了说要抓谁抓谁，我也得到了消息，我给我太太打电话，给我女儿打电话，给我哥打，我说你们赶快来，我去飞机接你们。结果我太太我不走，我咱爹咱娘不能在这儿，我不能走，我们也没干啥坏事，我哥哥也不走，我们老郭家没干啥坏事，不就是马建会长的事吗，无所谓。就这他们没出来，这得感谢人家傅振华傅老三，这确实挺够意思，这段我还真给不知道。更重要的事情，我儿子就在2015年1月10号早上9点抓捕之前，4点钟我儿子去了机场，是一个现任的政治局常委给报了信，必须要离开，所以我儿子是4点钟去机场，7点钟飞机，差20分钟我儿子就被抓了，这是唯一一个逃脱的。我们家本来抓16个人，结果抓了15个。我们家上次我说错了，我们家是活着的，现在我个把还活着，剩我们6个，除了我们被抓，全被抓，大哥、二哥、三哥不在了，4哥、5哥、6哥全被抓。然后我妻子、我女儿、我6嫂、我大哥的侄女、侄女婿，我们全家10口人，加上我们现在员，我们当时的员工，当时是27人，被问询的员工270人，被编控的人数6200人，现在在押人数16人。你说我们这家几乎是灭门了。这个当时傅老三和傅振华传递的信息是对的，现在我真的相信了，这个信是对的，是王岐山因为这个事要灭我们全家。现在王岐山还有盗国贼们一定要拿到马建副部长拥有的海外情报系统、海外资产和他们这些调查贪官
腐败这些年的这个录音视频证据、私生子的信息，要拿回啊这个孟慧卿拥有的录像，还有这些贪官的证据。傅振华先生虽然是个贪官污吏、恶吏、酷吏，但是给我们家确确实实当初还真干这事儿了。后来的录音通电话，他说的还真都是实话，还真不错。但这几天来啊，这个各种王岐山先生的周围的各种人都在给我示好说好，说对我不怎么样了，不是他们要干的，是习主席干的。我是猪，我也不会相信你说的话。我宁可相信傅振华、傅老三，我都不相信王岐山说的话了，还有另外的三个盗国贼。但是傅振华先生，你对我家人的虐待，你对马部长张悦这种陷害和宋建国，咱没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没完。我会对你家人很多资产、很多的私人信息，我在法律范围内给你公告，给你留点尊严，报答你当初对我们家人的这个恩情。但是你不服法，顾文贵绝不拉倒。你祸害的709律师，你祸害的积极人士，你对马建副部长家人的陷害，你对我家人的陷害，你和江良栋，你对北京公安的这种祸害，北京警察多少人呢、啊、都恨得把你杀了啊！你拿着北京警察当狗用啊，结果你是贪钱贪色贪权呢、啊、你家的傅老三弄那么多钱，你不服法天理何在啊？多少人被你害得家破人，连高宇女士那样的人都被你搞成那样，陷害栽赃了。但是我会在未来给你留一情面，感激你对我的这种家人的这个当初的这个善意。我是人，我也保留的人心。大连公安有几个好同志，很多好同志，我会留着情面。但是你们对这个事情的这种拿里有的钱，对里有的照顾，对我的员工的虐待，这是必须有个说法。只要郭文贵还能活一天，就不会放弃。我就是活不了了，我也向你保证，所有的爆料都不会停止。郭文贵的智商，郭文贵的情商，你们一直低估，我希望你们继续低估。你们试试把郭文贵给炸了，给杀了，这个爆料会不会进行下去？我的财富，我的团队，你杀我10000次，我告诉你，你除非把我这个地球给抹掉，这地球全杀了，爆料都不会停止。我郭文贵言而有信，过去的6个月我说的话我没有一次对不兑现的，而是你们一次次的用拖骗抓。你们先到现在为止还用5毛来黑我，还用骇客骇客我的推特手机，还用骇客天天骇客我的网络，还用骇客骇掉我的 WiFi， 还用骇客骇掉一切，还找着流氓到了美国来骚扰我，还在设计，还到处桌子底下给他们许诺让他们把我弄死，还在通过各种手段和美国政府交涉要给我把我交换回去。你然后你让我停止爆料，你觉得这公平吗？可能吗？亲爱的老领导，各位老领导，如果你们要再想跟郭文贵联系的话，先告诉我你能做什么，不要再说你让郭文贵做什么。咱不信咱就往下走着看，你看郭文贵能做什么。几百个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委员在海外的资产，子女上学，几万亿被盗取的资产，无数次腐败的案件，几百个私生子女，如果这样的政府和这样的国家还能延续下去，这样管理下去的话，那是14亿人民的悲哀，包括香港和台湾和澳门，那是海外几千万华侨、美国的几百万华侨，我们的悲剧。我得看看这儿。我公布的所有的证据和事实已经完全足够
中纪委立案查案和国家应该立案查案。我衷心的希望以习主席为核心，党中央能成立一个独立的专案小组，调查所有文贵爆料的事件，我会全力以赴的配合。如果中央不查，那我只能一次次爆料，在十九大的时候我会爆更多的料。而且郭文贵到现在我也没有什么诉求啊，李友的人已经被放回了，我希望我的员工马上保释回家，我希望我的资产能得到依法处理，我希望郭文贵的所有的企业。三二一，可以啦，可以 OK 好啊，我又回来了。现在有没有新队伍啊？刚才咱被黑掉了，咱被黑掉了，但是现在又回来了。这个谢谢大家，谢谢。现在我想给大家说的事情，可能是这个，哎，这好像有问题。这个很好啊，就近一点镜头挺好，那大家看我看清楚一点啊。文贵的头发是可以看清楚的。这个我今天啊已经是两个多小时了吧，啊对是吧，两个多小时了。这个我觉得刚刚开始，我这劲儿刚来。这个但是呢有很多人要我接电话啊，这个刚才已经断的时候咱被黑客给黑了，但是呢刚才说有人，哎就这就可以了啊。我特别看自己的脸啊，看自己的长相啊，什么意思，你看这俩人笑话我。啊，这个本人不是自恋，是自信啊。这个感谢上天，感谢父母给我这么好的容颜，然后呢感谢上天还有父母推友们给了我今天的自信。推特世界不但有温暖，不但有机会，我认为它有使命，有天意。而且呢在这个推特世界里面我找到了真正的知己，神交的朋友。在推特世界我几乎没有一个人认识的，有几个朋友跟我说的话，发来的这种信息，包括头两天这种高智商的人突然用 Signal 给我发来的视频，用 Signal 给我发的信息，对文贵有巨大的帮助，坚定一点信念。特别是我让我感动的事情，这个老兵们的视频和老兵们的嘱托，他们是受过正规教育的，而且呢他们的关心和真正的那种勇气是让文贵极为感动的。而且特别是党内的很多好同志，像北京市公安局的很多干警们，把他们亲身经历的事情，傅振华这种丧尽天良迷灭人性的这种作为和欺骗发给我，包括他家人收钱啊，然后讲了他们的看法，让我都是非常感动的。有很多干警这些年被折腾的全身是病，啥也没捞着。而且特别夸张的事情，北京的这个公安干警们受到了那种折磨，叫工作式折磨，恶性的折磨，是也是完全是反人类的。然后检察院和法院公检法的把这个政法委发给他们一个个的案情和他们的这个情况跟我说，包括现在在香港正在负责调查的一些干警，他们担心回到大陆被灭口，他们跟我说文贵能不能帮我把家人给救出来，然后我愿意把一切真相都告诉。说实在话，一个两个我能做到，所有人你让我把你家人弄出来我真做不到，我那是骗你。未来真正的目标就是让中国人都解放，14亿人民解放，在我们的家园来生存，在我们的属于我们的家园，我们光跑是没有，不是出没有出路的，我们跑是没有出路的，我们只有上街革命才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干让14亿人被几个盗国贼给把住，这是人类的悲哀。当年南京大屠杀，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几个日本人杀几万中国人的悲剧，全人类上没有啊，
今天在中国有几个盗国贼在绑架14亿人民，9000万党员，这是个悲剧呀、啊，巨大的悲剧，绝不能再发生。光指望文贵是不行的，香港人他应该700万人应该联合起来查出谁在香港调查、搜家、绑架、执法，谁是把香港人一个个的抓起来，谁在共同用黑社会手段在威吓恐吓香港人，不是文贵一个人能做的。这位干警，你这样想法我感谢，但是我真没办法。包括咱们上海的几个朋友，检察院的被威胁，家人被编控，你让我救你我真的救不出来，我救出你这个经历会严重的影响我这个过期条在中国的执行，包括你们这人的威胁和恐惧，那就是这些盗国贼们的工具。你们只有用智慧、用胆量、用生命，你来去行动，你才能有未来。否则，你们都会被躲猫猫死、强奸死、打飞机死，然后被腐败死。这些盗国贼不给你留半点余地的，这些盗国贼的素质完全不是你想象的。3天前我跟一个盗国其中的一个盗国贼通电话，我真心的希望他能改过来，能对我文贵有个看法，但他还是不放弃对文贵的追杀，自始至终都是口气中给他留了余地，要对我追杀留有余地，但是让我不再爆他的料。可能吗？文贵有这么愚蠢吗？14亿人民被你们骗，文贵不会再上你们当了。你等我报下一个盗国贼的料的时候，你们看一看他都干了什么，有多少人死在他们手里边，有多少人是被他们设计死，有多少钱被他们给黑了，又有多少公检法被他们给强奸，又有多少明星被他们给玩弄变态，又有多少私生子女在海外，他们有多少钱被他们控制。14亿同胞们，你们看过的电影小说加一起都不如那精彩。这就是中国过去5年的反贪。我从第一集就说，中国过去的5年就那4-5个人在控制着中国，就那4-5个人在影响着中国的命运，就那4-5个人绑架了中国。我从第一集就说了，我都爆料了半年了，中国人民没有任何行动，中国9000万党员还甘于现状，没有任何行动。我们不是个洋的民族，我们这个民族真的是出了问题，被这些年来从辛亥革命以来已经被训练成了真的吃了人吃完的民族，没有了思考，没有了勇气，没有了尊严，甚至把人性最起码的人的人权的基本都忘掉了。约翰洛克的国家里面其中有个最关键的话，就是人的素质和人民的思考决定了国家的形式和体制。就是像王岐山这样的盗国贼们，把人民当猪养，必须用鞭子抽，用欺骗才能统治，这种官场上一大家形成的模式，这才是他们为什么在主席台上瞪着眼说瞎话，耍着流氓，在上主席台前还给他口交呢。多少人上主席台前都在旁边那大会堂的服务员给他们口交啊，休息期间还口交呢。那令计划同志那个国航服务员不就被调到了人民大会堂吗？随时可以用啊。薄熙来同志那不是一样吗？就因为一个哥仨惹了他的情人，哥俩给抓监狱去，哥仨给老三给杀了，在冰箱里放了好几年吗？
这些现象我以前真的不知道，我最近才知道，我也听了很害怕，这事都没被公布。但是主席台上谁干净啊？现在你们都恨郭文贵恨得要死，你们千万别忘了，恨郭文贵的官员们，你的子子孙孙未来也会给别人口交，也会被别人给睡和强奸。你们的家人也会这样，这就是轮回。这就为什么有了咱们的公子兰、郑秀啊，才有了屈原，后来有了芈氏，到了大秦朝又诞生了赵高。没有公子兰，没有金上，没有郑秀，没有屈原的死，也没有后来的秦始皇、胡亥、赵高和李斯，五十几个王子全被杀了，没人敢说，没人敢说话呀。中国现在不这样吗？王岐山和道国怎么样把这五十几个党员、几十万党员全给杀了，谁敢说话呀？他们崇拜斯大林的时代，把三分之二的常委干掉，把五分之四的军区司令给杀掉，他们多崇拜那个时代呀！他们的言谈举止多崇拜那个时代呀！王岐山先生在那个南池子那，在北京当市长的那一套房子，就几个亿。按照他所制定的今天纪委的反腐工作，南池子这个房子，他就该抓起来判100次死刑。家里边一个水晶灯都一两百万，家里边一个家具都几百万。王岐山书记，你当市长的时候为什么有权利能在南池子那个四合院啊？你南池子四合院的邻居是谁呀？叫王瑞林。结果王瑞林，你想把王瑞林家地下室那几个停车库你给拿过来，王瑞林先生不同意呀、啊。你叫扳着手脖子说呀，当时你是副总理，你说王家、姚家对他，这个王瑞林家不错呀，对他邓家，跟我扳手腕，走着瞧，我弄死他们。这你说的原话吧？我拿我祖宗保证，这是你原话。你敢拿着你祖宗保证说你没说吗？后来网上就是造谣王瑞林先生，想弄死王瑞林，我太清楚了。你敢对照全党人民说，南池子这个四合院，王瑞林家隔壁四合院，花了几个亿合法吗？你该枪毙100次。就这样的中纪委书记反贪5年，然后把反贪抓的人的责任全推给习主席，然后把全党人民吃饭喝粥都不行，那党员一天工作10几个小时不算数，全世界哪个党组织让党员的工作8个小时以上的？你不付加班费，人家喝个酒吃个饭你都给人抓了，老孩子给抓了，天天抓，天天吓唬这党员半死的，结果你天天住着南池子四合院，还住着中南海，然后美国有豪宅，家人搞了几万亿，坐着787、737 ACJ 湾流550，恩个私生子私生女，也吃着海狗丸壮着肾，然后一帮小女孩一边按着俩头给你口交，黄燕的小手在北京市时候偶尔你用用，一般不用，你说一句话地产商那就能弄几百个亿，全国的金融界你说了算，皇帝也没有这样的皇帝啊！我见过中东的各个皇帝，哪有你这本事啊？有你这权利啊？习主席跟你比1/1也不如，他哪有这权利啊？向金波怎么被抓的？难道我不知道吗？我哪天我讲讲向金波，你为啥抓的？你为啥把向金波从当时确定的证监会主席弄为了保监会主席？我会给你说说的。你从来不放手金融界的权利，你从来不放手任何一个金融界的你能控制的机会，你的目的很简单，19大用金融的手段笼络全世界，笼络全中国人才，然后你真正达到统治天下。
如果习主席和党中央没看透这一步棋，你就是现在成功的令计划，成功的薄熙来，成功的郑永康。这91本资料咱慢慢的说，慢慢的说啊。从现在起我没有约束了，我可以继续爆料了。你们骗了我，没有兑现诺言，那就对不起了。郭文贵也只能是不守信了，也没有信可守，我也从来不用守信。这照片啊，哎，这位女士谁要是认识的话，给我说一声啊。这位女士谁认识？推友们，请给我发信息啊！给我休息休息，会把资料逐渐推到这个网络上去啊！我要休息休息，这个然后呢，今天明天我会放到推特上去，好不好？然后。今天是28号是吧？有30号吗？29，还有31号吗？这个月没有，没有，有30号是吧？有30号。那么31，有31号。这是我的俩助理太厉害了啊，太厉害了。这个2号以前，文贵不再有报平安直播视频。3号。上午8点报平安直播视频，3号上午8点，然后在3号之前我每天会发 Twitter， 还有简单的可能录制一小段10几秒20秒的视频给大家报平安。因为大家知道6月16号我将做出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这个决定大家不用猜，就是某些国家给我提供的特别保护法案，我是否接受？我一旦接受了，大家知道那将意味着什么？过期条那也就必须更改，而且郭文贵那就必须站出来做另外的事情了。我到现在我也不希望走那条路，但是这不是以我的意志所转移的，也是我无法决定的。上个星期，老领导能来美国，能带着几个人来跟我见面，我非常之感激。这位老领导和他带的都是好人，当然了，他的信息都是假的，他太实在了，他看不透他背后的领导把他当枪使，当然了，他也就客观上也把我当枪使，也在骗我。这位老领导我已经明确给他说了，我不会再跟他们有任何的谈判，我也不会再有任何对他们背后人任何信任。我再给他们几天，6月16号以前，如果我的问题能得到依法解决，我已经给他很明确的说，我希望郭文贵的事情一定依法解决，就是我要求国家依法治国，不要在郭文贵身上有任何的魄力。我的老婆和女儿本身没有涉嫌犯罪，她本来就应该出入自由。我的员工的6000多个员工的家属被监控，这完全是不合法的，他应该得到自由。我的员工已经被非法羁押达3年之久，和李友相比，他们应该马上被释放。我的员工的所有的资产被查封，理应被释放。我的资产违法的，我愿意接受处罚；如果没有违法的，应该马上恢复，让我减少损失。这位老领导从来就没有想过，你过去的这半年跟我谈时间，每天我损失1200万，每天1200万，我损失了半年了，你还让我相信而行？文贵还能给你相信而行吗？我大不了我不要了。而且我也给领导说了，6月16号就是我们基金开会的日子，我必须辞掉所有董事职务，因为有红通在。如果中国政府完全一个违法的红通，我们现在各级政府已经完全告诉我，我们的律师已经正式起诉了
国际刑警组织，他只是个 NGO， 他没任何执法权。如果不给我恢复我的自由，不给我取消红通，那我们这接下来走的路很简单，16号看我的公告吧。这就是郭文贵在尽了一切积极和天真的有点理想化的这种努力之后，做出了没有办法的所有的行动和选择。到现在我相信我的郭气条是理智的，我的郭气条是对的，可是盗国贼们不允许郭气条的存在，也不允许郭文贵的这样的爱国的人存在，他们的野心是要控制整个国家。还有些人说我挑拨西王什么关系，如果西王关系能被郭文贵挑拨，那你就不叫西王关系。挑拨西王关系对郭文贵有什么帮助，有什么好处？我只想要回属于我的尊严，属于我的资产，属于我家人的公平，属于我员工的安全。我不是给你们胡搅蛮缠，我只要回我应该有的。你们还现在用下三滥手段对我进行抹黑、攻击、骇客、诬陷，让胡淑丽这样的女人到全世界去给我造谣，在推特上找一把五毛黑我，同样在我各个后人之间妖魔化我，断我的财路。4天前香港建行又把我儿子的持有的公司的账号取消，这种小动作一个接一个，你看我会怎么样？您看着，我别无选择，这都是你们的愚蠢的行动、权力的傲慢，和你那些阿猫阿狗的同伴们、猪伙伴们给你们愚蠢的建议，和你们丧心病狂的贪婪带来的结果。郭文贵别无选择，所以我再次向习主席呼吁，我希望您能让第三方，完全公立的第三方，完全中立的第三方，受多个机构、人大、公检法监督的这个第三方彻查所有的关于郭文贵这几年的案件的真实原因，和他们怎么把习主席和国家和这个政法委资源和中纪委资源用在这个案子上的。到底这个我爆料的真实性有多大，不真实性到底危险性有多大，他们是到底是对你做了什么，还有被抓的这些贪官们，他们是否是有政治陷害，也给他们一个公平的说法。这些贪官们的钱和物、宝贝、家人都是受到什么待遇，都去哪儿了，包括在香港是不是以为国家利益而在那里潜伏着几千人，到底是以国家的名义真正的以贪反贪，还是以警反贪，还是真正的以警治国？这就是我郭文贵追求的目标，郭七条不会放弃，为14亿人民呼吁不会放弃，我不会拿这个跟你们做交易，任何条件我不跟你们做交易。这就是郭文贵。今天的文贵直播报平安就到此为止，所有的推友们记住啊，以后有重要信息发我的 signal WhatsApp 不要发了，我会把私信也关掉，你们为了你们的安全，我私信也会关掉，因为私信也不安全，已经被他们给骇客了。再一个，不要再发给文贵谢谢呀、夸奖啊，还有什么把文贵的图片发给我，千万不要了，因为那个浪费你们的时间，让我会看到更多重要的信息，减少看到更多重要的信息。谢谢各位，一切都是刚刚开始，祝愿所有的推友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希望你们一定要坚持锻炼身体。文贵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希望中国少一个屈原，少一个赵高，少一个李斯，少一个郑袖，少一个公子兰，少一个金上。谢谢谢谢。